近日，国家大剧院版《漂泊的荷兰人》隆重上演。这部曾作为2012年国家大剧院歌剧节的开幕大戏，以及大剧院制作的第一部瓦格纳歌剧，在去年的演出中收获了业内外的一致好评与强烈社会反响。今年是瓦格纳诞辰200周年，国家大剧院用这部作品来纪念这位艺术巨人。The romantic music and the romantic Wagner lives with Lohengrin, with Ossolienti, and also with the Flying Dutchman, Tannhäuser. They live through this very eventually not existing histories, but that gave to the public the fantasy of an incredible, incredible story. 此次国家大剧院复排的瓦格纳经典歌剧《漂泊的荷兰人》，是由指导过多部瓦格纳歌剧、在业界享有盛誉的导演强卡洛·德·莫纳科领衔。国际一流与大剧院联手，力求完美地再现荷兰人那天涯孤旅漂泊的凄惶，永无故乡的绝望，以及最终经受纯洁爱情救赎后，一切动荡与苦难烟消云散的悲悯与平静。我们为了恢复它的这个投影的这个大海的感觉，包括灯光啊，和这个演员在这边适应这个场景，都再次花了很大的力气。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些演员在上一轮演过以后，在这一轮就更加的自如，更加的舒服，而且这个合唱队员也是更加的自如。强卡洛导演在国家大剧院此次复排《漂泊的荷兰人》，不能不说驾轻就熟。如今看来，从小耳濡目染的他，已将瓦格纳的精神深深地印在了心中。